對於美白咧，除咗內服中藥之外咧，其實外敷中藥咧都有一個出色嘅療效嘅。相傳楊貴妃咧之所以有白滑嘅皮膚咧，原因就係敷咗台面上面嘅中藥啦。分別咧就有杏仁啦、白茯苓同埋滑石。喺現代醫學研究指出咧，杏仁同埋白茯苓咧本身就可以抑制酪氨酸酶，對於褪黑色素啊或者係美白咧都有出色嘅療效嘅。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滑石啦，滑石本身咧就可以預防色素嘅沉著，特別是係炎症所帶嚟嘅色素沉著咧都可以幫助到嘅。呢幾款嘅中藥咧，首先將佢磨成粉啦，等份咁樣用水調成糊狀，咁喺洗乾淨嘅皮膚上面咧敷大概10至15分鐘，咁洗乾淨咁就得噶啦。咁值得咧提嘅咧就係所有咧，就算係幾天然嘅中藥嘅護膚品啊，或者係我哋平時用嘅beauty care 或者係護膚品等等呢啲咧，都要先試一試喺皮膚上邊，咁然後咧先至全塊面敷嘅。敷呢個面膜嘅時候咧，大概一個星期咧，大概1至2次。咁咧，視乎自己嘅情況啦。如果嗰一排咧喺室外、户外嘅活動比較多啲咧，可以一個星期敷2至3次啦。如果係室內嘅話咧，可以1至2次咁就得噶啦。膚色暗雅咧，其實可以歸納為三個天地人嘅因素。首先天啦，就係我哋如果咧曬得多嘅話咧，就會出現曬斑啦，或者係膚色暗雅等等呢啲問題。如果地嘅因素咧，就係唔同嘅地域。如果南方人嘅話咧，因為天氣比較炎熱一啲啊，佢皮脂腺分泌比較多咧，相對嚟講咧，嗰個皮膚嘅表面咧油分多嘅話咧，佢反光度會高啲，咁所以咧會有啲膚色唔均勻嘅情況。咁另外人嘅因素咧，就係如果佢本身咧壓力好大、情緒鬱結或者瞓得唔好嘅話咧，都會膚色暗雅嘅。膚色暗雅嘅人咧，好多時候同氣血運行唔通暢咧都有關係嘅。所以今日咧介紹嘅菊茶咧，係主要有活血化瘀啦、疏肝理氣嘅作用。首先，丹參同埋田七咧本身就可以活血化瘀，可以互相加強對方嘅功效。而茉莉花咧，佢有疏肝理氣嘅作用啦。如果本身咧自己有唔開心啊，或者情緒鬱結等等嘅問題咧，茉莉花咧其實對於情緒嘅舒緩咧都有一定嘅作用嘅。枸杞子咧，其實可以有滋肝陰嘅作用啦，咁同時咧可以補充我哋身體嘅鐵質，令到我哋嘅皮膚白裏透紅嘅。值得一提咧，就係丹參咧，佢本身咧性質偏涼一啲啦，田七性質偏温一啲，咁佢哋兩個互相咧就可以配合翻，令到咧佢嗰個藥性咧相對嚟講不寒，亦都唔會太燥嘅。咁茉莉花同埋枸杞子咧都偏平性，所以呢個菊茶咧都係適合咧寒底或者熱底嘅人嘅。咁菊茶嘅方法好簡單啦，因為樹根類啊或者果實類嗰啲中藥咧，都需要一啲高温咧先至可以將有效成分釋出嘅。咁所以咧，首先將田七啦、丹參同埋枸杞子咧用滾水焗大概4至1/2小時，咁然後咧再加入茉莉花，因為茉莉花咧其實係花類嘅中藥，揮發油咧比較多，如果太高温嘅水咧反而會令到咧佢有效成分咧就會流失嘅，咁所以咧茉莉花咧要厚下一啲。咁另一方面咧，每個星期咧大概飲2至3次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好嘅美白嘅作用嘅。相傳咧，慈禧太后之所以有白滑嘅皮膚咧，原因就係佢瞓咗子午睡，即係話夜晚咧11點至1點呢段時間啦，同埋晏晝11點至1點呢段時間，呢個咧亦都叫做美人覺。喺呢段時間咧，你哋如果係夠休息啊，或者可以少休片刻嘅話咧，都可以幫助咧我哋身體咧可以釋放一啲褪黑色素，幫助咧我哋有美白嘅作用嘅。同埋另一方面咧，我哋平時朝頭早一起身嘅時候咧，不妨咧擦暖自己嘅手啦，咁乾洗面洗一洗，抹一抹自己塊面咧，都可以有活血化瘀嘅作用嘅。Fine Doc, your doctor is here.